今天来炸山取石头。到了，我们下去安装炸弹。哎，安装好了，捞上去吧。到下面去等待爆炸吧。炸弹快要爆了，啊啊，真的是太惊险了，你看石头被炸得到处都是，看来有够忙活的。挖掘机一起来帮忙吧。那边好像有情况，上去看看。啊，原来是石头堵住了道路。巴士，别着急，我会清理掉的。勾起石头，把它扔到山崖下面。石头清理完毕，巴士，你可以过去了。我们现在去呼叫卡车。卡车，快过来。给卡车装上这块大石头。石头太大了，卡车拉不走，得把它敲碎了。哎，嗨，哈达，太棒了！接下来把石头勾到卡车的车厢上面，要先把它们聚一聚。开始装石头。装满了，卡车，你先拉去工地。我也要勾一块石头去工地，就勾这一块。小蝌蚪被博二抓住了，我们赶紧去救他。哇，快放开小蝌蚪。小蝌蚪，怎么只有你自己在这里啊？我跟妈妈走散了，找不到她。别担心，我带你去找妈妈。哎呦，大象，大象，你是小蝌蚪的妈妈吗？不是的，我的孩子正在旁边喝水呢。哦，原来大象不是小蝌蚪的妈妈。还有，你们注意到了吗？原来大象是用鼻子喝水的。啊，水底下有怪物，快出来，我可不怕你的。原来是鳄鱼啊。鳄鱼，鳄鱼，这是你的小孩吗？不是的，我的孩子的，哎，我的孩子呢？哼，原来躲在石头后面玩水。我们继续帮小蝌蚪找妈妈。龙虾，龙虾，这是你的孩子吗？
是的，是的，这是我的孩子。哈哈哈。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孩子。嘿，哼！邪恶的龙虾还想骗我？我们继续往前搜寻。看，前面有犀牛，我们去问问他。犀牛，犀牛，请问这是你的孩子吗？不是的，我的孩子在旁边喝水呢。哈哈，小犀牛也太调皮了。原来犀牛也不是小蝌蚪的妈妈。不过你们注意到没有，犀牛通常待在有水的地方，这样可以保持它的皮肤湿润。哎，前面好像有动静，我们过去看看。青蛙，青蛙，你怎么了？呱，我的孩子不见了。呱呱呱，妈妈，我的孩子。耶，我们帮小蝌蚪找到了妈妈，任务完成。哎呀，是谁在这里放了一堆石头，把道路都堵住了？赶紧把这些石头清理掉。碎石子屑在这里。哦，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过去看看。哎呀，哎，怎么是一块石头？挖掘机怎么散架了？小朋友们，来和我一起组装挖掘机。这是挖掘机的履带，你们知道吗？挖掘机就是靠它来行驶的。我们搬过去装上。嘿，嘿，嘿，哎，哎。这条履带会在哪里呢？在那里，我们过去把它拿过来。嘿，哎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嘿，装在这边。天哪，车头被炸了个底儿朝天，得过去处理一下。需要先把车头翻过来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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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翻过来了。哎，现在把车头抬过去。哎，哎，嗯，耶。小心地装在这里。哎呀，好像还缺少挖壁，会在哪里呢？找到了，我们过去把它拿过来。挖壁装在这里。你们看，只剩下挖斗了。嘿，把挖斗装在这里。嘿 ，Good， 耶，全部都装好了。嘿。
掘机准备完毕，继续清理石头。哦，不，动物们都被困住了，我得过去救他们。哎，呜、哦。螃蟹被困在铁笼里，它出不来了。啊，我们得把螃蟹救出来。嘿，哎呀，螃蟹，你可以出来了。你们认识螃蟹吗？螃蟹，螃蟹，嘿，呜、哦，哎呀，啊，海豚也被困住了。海豚，海豚，别担心，我马上救你出来。嘿，嘿，哈哈，你们认识海豚吗？海豚，海豚。巨大的鲸鱼都被困住了，我们得马上把鲸鱼救出来。嘿，嘿，哎，哈哈，你们认识鲸鱼吗？鲸鱼，鲸鱼，哇！什么？啊！这里怎么会有脚印？难道昨天晚上有怪物进来过？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啊、我们去寻找真相吧。嘿，我们往前走，看看会碰到谁。嗨，天鹅，请问这是你的脚印吗？嗯，不是的。我的脚印是枫叶状的，这不是天鹅的脚印。我看到了小蛇。嗨，小蛇，请问这是你的脚印吗？哼，搞笑，我连脚都没有，怎么会是我的脚印呢？哦，抱歉抱歉，打扰了。原来小蛇是没有脚的。这里有只小狗，请问这个是你的脚印吗？哦，不是的，我的脚印是梅花状的。好的，打扰你了。原来小狗的脚印像梅花。看，我又碰到了斑马。斑马，斑马，请问这是你的脚印吗？这不是我的脚印啊，我的脚印像月亮的。哎，好吧。那到底是谁的脚印呢？不会真的是怪物的吧？啊，沙地上的这个脚印，嗯，怎么和这个脚印一模一样啊？哈，原来这是我自己的，耶，果真不是怪物的脚印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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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啊，前面有东西堵住了道路。是一堆五颜六色的奇趣蛋。哦，我们该用什么来敲碎奇趣蛋呢？用木棒。这是一个正方形。该放在哪里呢？正方形放在这里。嘿，这是一个长方形。
长方形应该放在哪里呢？长方形放在这里。嘿，嘿，这是一个三角形。三角形应该放在哪里呢？三角形放在这里。嘿嘿，嘿，耶耶，这是一个圆形。圆形应该放在哪里呢？圆形放在这里。椭圆形应该放在这里。危险的插座。波儿，不要碰，那是带电的插座。啊，不好！哎。小朋友们，插座是很危险的，我们千万不要去碰它，更不要把手伸进插孔里。危险的刀具。哇！波儿，小孩子不可以玩刀。哦，我玩受伤了，得拿创可贴给他包扎。嘿，小朋友们，刀具是危险的物品，我们可不要去碰它，不可以蹦跳。博二，不要在沙发上蹦跳，这样很危险。小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在沙发上蹦跳，会摔倒的。不可以乱吃。哇！波儿，不要乱吃东西。哎呀！小朋友们，不要乱吃东西哦，很容易噎着的。哇，你们看，好多个奇趣蛋啊！我们把奇趣蛋敲开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嘿，这是一个山竹，你们认识山竹吗？山竹，山竹。我们把山竹搬到车上。哎，装好了。你们看，这里还有一个蓝色的奇趣蛋。哎，嘿，耶耶！你们认识苹果吗？苹果，苹果。我要把苹果搬到车上。嘿，苹果也装好了。嘿，你们猜猜看，这个奇趣蛋里有什么呢？嘿，哇，香蕉！你们认识香蕉吗？香蕉，香蕉。我们把香蕉拿到车上。再去寻找下一个奇趣蛋。你们看，还有一个黄色的奇趣蛋。嘿，耶耶！你们认识葡萄吗？葡萄，葡萄。我们把葡萄搬上车。怎样把这个奇趣蛋打开呢？哎，有了！哎，
小朋友们，你们认识樱桃吗？樱桃，樱桃，我们把樱桃拿到车上，我们继续去找奇趣蛋。看，这里有一个。嘿，哎，你们认识草莓吗？草莓，草莓，我们把草莓搬上车。哎，耶，我们回家去喽。被冲塌了，该怎么过河呢？哼，有了，我们可以用这堆木材来建造一座新桥。好，开始建桥。哎，嘿，先把旧木桩拆掉。等等，铁棒、锤子。终于撬松了。哎，嘿，挖掘机，把那个木桩也拔掉。我来拿根大木桩来做桥墩。哎，哎，麻烦你把它插在河底。顺便把这根也敲下去。木桥的主体已经搭建好了，开始铺桥板。哎哎，铺在这里，挖掘机来帮忙。对，就铺在那里。就差这最后一块桥板了，赶紧把它铺好。嘿，嘿，啊，好像是霸王龙，得加快建桥速度了。嘿，嘿，嘿，要把所有的钉子都敲进去。我是太一，今天我们来练习射击。先把木头放在旁边，还要在这儿挖个土坑。泥土堆在这里。好了，下车搭建木架。嘿，这个木头有一点重量。哎呀，赶紧放到土坑里。挖掘机，麻烦你把木桩敲下去。太棒了，
再去勾些泥土过来。哇，你们看，木架搭建好了，真是太棒了。我们再弄些气球。你们看，这是一个白色的气球。让我来打爆气球。你们认识什么水果是白色的吗？没错，山竹的果肉是白色的。我们再吹一个气球。哇，这是一个红色的气球。哎，绑好了。这次我会不会打中呢？耶，打中了！你们认识红色的水果吗？没错，草莓是红色的。哼，挖掘机也想戳气球玩。你们看，这是一个黑色的气球。挖掘机，快过来！哎呀，小心点哦！哦耶！小朋友们，你们认识什么水果是黑色的吗？没错，桑葚是黑色的。这是最后一个气球了，我们让挖掘机来吹。哇，这是个粉色的气球。绑好了，发射。你们认识粉色的水果吗？没错，荔枝是粉色的。哇，土坑挖好了，赶紧把树苗种下去吧。这挖掘机可真是太棒了。啊，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冻成冰块了？原来是不二搞的鬼，不过现在管不了他了，我们得先把挖掘机救出来。好像没有什么效果。哎，汽车，我们来开汽车撞碎冰块。哎，冰块怎么还没有碎啊？得想个更强大的办法了。哎，我们用大炮来轰一下试试。哈，有效果，继续开炮。耶，挖掘机得救了。哼，可恶的不二，我要给他一点教训。炮弹发射，嘿！哼，不二不敢再过来了。我们去看看挖掘机。挖掘机看起来并无大碍。我们来继续种树吧。这里的泥土可得压实一点。
把这棵树苗种在那边的土坑里。嘿，就是这里，把树苗小心地栽下去，再压压结实。哎，你们看，后面还有一个土坑，也要把树苗种上。勾起这一棵树苗，把它种在这个土坑里。好了，今天就工作到这里吧，拜拜。